哇，这位小姐又晕了。有没有人要坐庄啊？我。沈先生，慢慢玩。 怎么收服那个沈慕风啊？年轻人追求的不过是权力跟美女，只要能把他拉拢过来跟我联手的话，我可以许诺给他恒惠副会长的位置。至于美人嘛，霞飞路上那套房子你不是早就看中了吗？如果你可以把沈慕风给我拉拢过来，那房子就归你所有。 真的，各位，我这有10万筹码，不过都是1000一个，所以保底最好是1000。如果没有问题，咱们就开始。可以。先下10000试试手风。梅小姐出手果然大方。你认识我？我叫沈慕风，替邵先生做事。 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全部压上。我不玩了，我也不玩了，很刺激。 您是离开这张桌子呢，还是去换些筹码来？别急我，别急我。天不绝我，我这里刚好还有一张1000块的筹码。 伤心总是难免的。
欢迎以后常光临。好了，知道你这个地方，有事就会常来的。好，这是换好了线钱，请沈院拿好。今天啊，梅小姐可输惨了，回去之后恐怕会挨张爷一顿臭骂。辛苦了，走好啊。我的车子抛锚了，不知道沈先生能不能送我一程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就送我去老张那里吧。张先生那儿我好像不路过，你不是还有2000块钱吗？叫个黄包车吧，对自己就别太抠了。忘了告诉你了，对于主动上门的女人呢，我从来是不感兴趣的。